Hello， 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居然上不撒谎言乱斗啦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又是我们这一次维京奥丁族的这个造型的这个推荐时间哦。这边的话，全新造型，这次应该是那个单挑造型吧？哦，这个是天神奥丁耶，单挑大师的话，这个造型应该蛮帅的哦。看一下，他坐在后面的这个王位哦，那这旁边还有两个妹子角色耶，这应该是单挑大师没错啦哦，应该是。哦，他是不知道哎，他是喷两个这个。感觉搞不好他又不是单挑大师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吧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单挑大师。哎，这个造型的这个时装，这个特效也是蛮好看的。这个奥丁大师，我觉得还算不错，各位。这只也是挺不错的呢，各位。单挑大师，而且单挑大师，我之前在就是比较高的排位上面有看到那个玩的很屌的，他就是直接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他可以直接就是那个一直玩那矿山模式，然后一直把那个就是别人啊送到就是一个那个。送到一个那个无人领地，然后你再去虐杀他，这样超可怕的哦。那这次这个奥丁的这个造型，我觉得还算是蛮不错的。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都可以来看一下。哎，这个目前来说，这个造型真的是，这个系列真的是目前来说我看过我最喜欢的，超级无敌帅！你看，天神奥丁 ，Oh my god， 好不好？大家会买吗？也可以跟人分享一下喽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就继续来爬一下排位吧。现在把我们的排位爬到我们就是下一个阶级好了。抢星大作战，那铁定一定还是要用我们的里昂的咯，好不好？反正我现在就是疯狂用里昂杀人，看一下能不能就是杀到这更上面，好不好 ？Go go， 走起！击杀击杀，应该是还蛮爽的哦。来咯来咯，气化埋咯 ，Go go go go， 呦呼！拜托了，钻石 ，Let's go！ 反正抢星的话，基本上，哦呦，我当一个那个偷偷仔。你知道他旁边有我吗？好像也不用有我了。啊，完了，他把我弄死了。哎，我这幽灵，那幽灵的实际上的用法要怎么弄啊？就是那个幻影，因为我看过大家好像说我就是好像没有用得很好，因为那个我好像就是有开我就直接开，还是要去草丛里面骗人还是干嘛？还是应该要这样分散。我靠，有了有了。有了啊！我那幽灵还有放那个这个假人在里面加强攻击力耶！再杀一只，再杀一只！我先隐身起来。Yeah， 不用了，直接解决。玩得很开心，可以哦。rank 加成，再一阶就直接上银牌啦，各位。走哦，继续继续继续。反正现在只要是杀人模式的话呢，我都是直接那个啊，里昂不是啊，这关算是杀人模式还是不算？这关的话算是什么？这种还是甲基走起好了，好不好？甲基感觉还是挺不赖的哟，各位。来，我们来看看啊，甲基 go go。来喽来喽！哟呼！没问题。左闪右闪，左闪右闪，左闪右闪，左闪右闪。哟呼！炸炸炸炸炸！吸过来！震死你！没问题。有喽，甲基。震震震震震震震果实，回点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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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帮大家挡帮大家挡，出给我过来，震震震烂，可以牺牲我一个换两个，应该是舒服的，走起喽，拜托喽，
吸过来了啦。哎，我一直在被堵。震烂，震烂！哎呀！边边走，边边走，边边走。有了，又满血了，又是一尾活龙。嘿嘿，可以哦，可以，舒舒服服，耶、yeah! ！Nice， 白银一，耶、yeah! ！有继续加成，刚刚先爬到我们这个钻石环节 ，rank 奖励是谁？曼蒂的嘻哈 MC， 没问题哦，又有造型了。我最近真的很会抽造型哎，然后我记得这个金库模式的话，我们也是可以用里昂的啊，没问题。里昂走起，我现在根本就是各走里昂的那个，有没有？拥护者完全很是 OK， 用里昂就对了，各位。里昂给他夹起来嘛，舒服舒服，有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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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呼呼。来了！哇，对面有一个好像蛮高等的。我们这边是一个那个一个铁牌，上吧，分身。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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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被拿捏了。有人跟我推荐说要手动瞄准，我也确实要这样，确实要手动瞄准。哎，这关好像没有那个哎，没有那个加倍时间。完了，被打烂了，各位！完了完了完了，减二十分，减二十分好像还好了，好不好？哇！而且那个金库攻防战好像不是每一次都会有，就是那个、欸，之前我是靠近他们，就是那个金库位置的时候啊，他会直接就是那个，他会直接就是有那种奋起的那个状态，然后奋起的状态的话，基本上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可以一直疯狂射击那种感觉，但是刚刚过去的时候好像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哦，所以就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每一次都会有这样子。好，来各位，我们看一下，一样是金库攻防战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。他这个影分身的这个环节，我是真的还不太知道要怎么用哎。如果大家会的话，可以跟人分享一下啊，就是里昂的这个分身的这个秘诀。还是我们要当个那个，当个这个小白痴这样，先把这恐龙杀死，对吧？你看他没有那个。哎、欸，啊，我们家是不是？我靠，我们家守不住啊，老哥！快快交给你们两个了，我来守，我来守 ，nice。水啊，哇，好险啊！好险有获胜，有哎、欸！现在就是你要上分的话，你基本上爬到那个钻石排位，钻石排位之前的这个分数，你只要赢一场都是加一百多分，然后你只要输一场都是扣十几分的，蛮舒服的哎、欸，说真的，就是让你加快速回到就是你当初的那个排位。可是我觉得其他游戏的那种也是不错啊，就是其他游戏它是怎么样？它就是你上那个排位之后，对不对？你上那个排位之后，它就是会降下一个排位而已，对啊。感觉好像也是不错的，降一个排位这样子的感觉。来来来，拜！哦呦，我们这组，我们这个安破的这个排位很高哦，抢心抢心。有喽有喽。好毒欸，为什么艾尼那边可以放那个毒气？哦，对啊，艾尼本来就毒气，把跟安珀想在一起。
魔晶刚刚飞了吗？嘿，没有一发打中的，完蛋喽！嗨，宝贝，想不到吧？哎，看，打不死啊！哇，打不死哎、欸，这么硬哦！我的天，天哪，怎么这么硬？太硬了吧，老哥！就这样，干完了！我靠，你是全收哦！没，我们的维京哥超强。我救了大家，哎，我先帮他挡，然后因为我身上的这个分数是比较少的，所以他先杀我没有关系。十五啦，各位可以哦。那今天跟大家主要就是介绍，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全新的这个单挑之王的这个造型啊。那你们会不会喜欢呢？也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哦。这边是我们这个全新的这个天神奥丁，真的很帅哎。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主题赛季的这个造型真的都设计的还蛮酷炫的，你们喜欢吗？也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喽。那今天就玩到这边了，我是 Pro， 大家拜拜啦。